爱人，我是他的室友，他现在洗澡，我可以问你吗？你想约条信息吗？好，你好，请你帮我转告大叔，我是他的同学范定心，并为明天我有报告，可是我的手机电脑有坏了，我可以和他借用电脑吗？不知道在今天晚上和明天上午需不需要用到电脑，到回来的时候请你尽快跟我问答。当然，我可以告诉他的。谢谢，再见。没问题，再见。爱人，你有一个电话，他一直整个路程，我认为这很重要，所以我接了。是睡觉我？他说他的面子是放电信，他要出警，我和明天只有你的电脑。他明天有一个报告，但他的电脑坏了，所以他问你是否能把电脑借给他，并尽快回复他。啊，知道了，谢谢。你好。你好，田信，我就是阿叶。我的室友说你想借我的电脑，对吗？对。我需要你的电脑，我的电脑坏了，而且明天我有报告。我可以借你我的电脑，你现在可以来我的房间拿它。谢谢，你是我的救星。哈哈，没问题，我在二号宿舍，我的房间号码118。好的，我现在就来你的房间。我们再见。再见。哎，凯叔，你认识不认识田心？不，我不认识他。啊，等一下他来了，我会介绍他给你。你好，这是阿叶的房间吗？哦。你好，你好，让支持你。你是丁心吗？对，我是丁心。你是谁？我叫陶子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啊，你好，陈信。哦，你好。来来，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同学。哎哎，来来来来。来来来，陈信，这是我的室友卡祖，卡祖，这是我的同学，陈信。嘿，我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你是新加坡人吗？我不是新加坡人，我是越南人。你呢？你是哪国人？我是日本人。我学习上语，我是交换生。你呢？我不是交换生，我是本地生。嗯。我是工人。嗯。很好，天赐，这是我的电脑。哎，谢谢。对了，你想喝什么？啊，我不行，谢谢。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回我的电脑？哦，明天11:30我下课，你要不要一起去午饭？我会把电脑还给你。对了，我请你吃饭，等出这里吧。很好，我明天没有上课，那么我就可以和吃你午饭了。啊，来来，我要介绍一下我的同学田氏。你好。你好。我很高兴认识你。很高兴。我是丁信。啊，我是金徐雅。徐雅，明天你要不要一起我们去午饭呢？哦，好好。啊，我要。哎，很好，明天再。哦，再见。再见。
你好，你好。你们在打枪吗？不。可是我今天上午很饿。我给他订了鸡饭。因为我喜欢新加坡吃饭。然后我吃了他的鸡饭。冰菜菜是什么？他没给我辣椒。没有辣椒的鸡饭是完美的。软掌鸡肉，用鸡油子煮熟的调味米饭。鸡饭很好吃。新加坡人用辣椒、大蒜、香姜、鸡汤、洋芥、汤芥做辣椒酱。这只是一门艺术。很想亲他无法理解，真是太贪玩吧。值得值得，我们现在去吧。你去什么？我去新加坡菜。你呢？我去出国菜。去吧。对了，祝你十二月我去日本旅行，日本很美。哇，你去哪？我去东京，我去西山。哇，东京是我的家乡。这是我在网络上看到的富士山，很美。可是这是我在日本上看到的富士山，很伤心。下次我应该去哪呢？你下次应该去哪方？谢谢。我现在应该离开。为什么？再见。应该写信给谢，亲谢。尽管这份是世界上最完美的食物，我比这份更爱你。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份而分手。我爱你，金霞。阿姨报告说，阿姨啊，阿姨。
Kagan. Okay, I was too close. Wait, stop. Wait.